都是我的错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 我和严时宜确有旧情，待雪夫人回府。你说严寻仓是你的旧事相好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入府之前，但我跟他发乎情，止于礼。你很看重这段情缘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 看来，将军很在意我和严十一的关系啊。你知不知道你拿走的东西代表着什么？它事关朝局，甚至比人的性命更重要。将军怎么那么固执，认为这一定是我呢？既然雀夫人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可千万别后悔。 报告将军，雀夫人住所和严寻仓府上，就又发现失物。你先退下。是。将军，我可以走了吧？站住！把衣服脱了，不看清楚，我怎么才能确定就不是你呢？ 这些来恶心我，你竟然心里有他，为何还来撩拨我？我本来就身似浮萍，身无长技，唯有美貌能够为我所役。将军若是喜欢我的这副皮囊，我随时都可以给你。但是，我的这颗心里。 只够装得下我自己。你何苦这样妄自菲薄？看清自己。我们互为所用，各为其子，不好吗？我找到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找到了什么？
小姐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里向来守卫森严，今日竟然空无一人。云欢，你送我天时地利人和，诱我入局，我骗不。我知道这是将军的珍贵之物，听说他遗失了，我带着下人满花园里找，果不其然，就在书房的周围给找到了。将军和郡主还真是心有灵犀啊。将军，将军几日未回府，这块玉失而复得，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怎么反而倒像是……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将军应该谢我。多谢，让开。这玉我看着十分眼熟，将军着急要走，那就改日再说吧。你见过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好像是小时候吧，在父王那里见到过一块一样的，也许是我记错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想让将军一会儿陪我做个游戏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将军纵使剑法如神，也犯不上拿我的命来博郡主一笑吧。原来雀夫人也有害怕的时候，既然知道害怕，就不该私自出府幽会外男。这一次我要让你好好的收一收自己的雄心豹子胆。好剑法。郡主可还满意？将军神勇，这一剑已是意料之中，若我也能百发百中，那怕才是会让雀夫人记忆深刻，不会再犯。你们何不将我一箭穿心，也省了那些麻烦？那我们岂不是少了一个玩物？太可惜了。春柳一曲又起，当年惊鸿一瞥，几番雀夫人，你可千万要站好啊。一骑红尘难追，是柔情岁月十里残荷，浮动多少失落。花前月下为你轻声悲切，离愁破散醉酒为谁人歌。梦里泪已洗，青丝傲青霜雪。雀夫人真是有趣之人。你在何处找到此物的？这是我小时候父王给我的，这玉在他那儿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我瞧着精美，玩了几天呢就随便搁置了。这玉都如此相似，将军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天地良缘啊？天地良缘。
天角木王也仿制了一块，同样的花纹，同样的拓印。我从不相信怀王会伤我父亲，原来一切都是天光作用。好一个望死钟呀，好一个当刀剑影，原来如此。云幻哥哥，云幻哥哥，青青，枫叶苍穿过层层烟云长长雪景，把夜轻轻捧在我手心，只是风中会停，也会凋零，相遇太过